准备出发。昨日老夫已经放出消息，今日将灵石从地宫移至古门西殿，并在门上放置了鲛人形。玉四凤，难道真的是我猜错了？师父，师姐年轻，少阳派掌门夫人之死，是否与黎泽公有关？今日我要杀光那些正派。 拿到滇京谷的千年石髓，这样就可以救活我的豪放了。弟子绝不能让黎泽公大开杀戒。就在里边，有妖精呢。傅公主，你们来迟了，不管你听到或是看到什么，都不要胡思乱想。等我回来以后，我和你解释。剑亲已令卢县公主此次退出簪花大会，即刻返回黎泽宫。